小董，有心事啊？你倒是说话呀，范姐，有些事可不能想那么多，你现在必须跟他说清楚，黑不提白不提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他已经选了孩子了，我能怎么办？ 这个，哎，好。凡凡，你怎么来了？忙完了。没有，我还没呢。嗯，我买了今晚上电影票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，好久都没去了。要么我们改天，要么你跟天元去看。 不是都快下班了吗？今天还是下不了吗？不，还有别的事儿呢。今天想让你陪我去看个电影、吃个饭，就这么小的事情都不能满足我一下吗？不是，凡凡，今天真的不行，改天吧。嗯，凡凡，你先回去吧，好吗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去做。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，你就先回去吧，好吗？
晚上早点回家吃饭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马上就要月考了，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上点心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回教室自习。月考之前能解决多少，赶紧解决多少。